姜丽，掐指。各位同心，大家较早吼。今日我要讲的这个课是法务工作的报告啦吼。即安尼，荧幕看有无？有吼。还袂震动。咱来这上课的目的是啥物货？准备要接这个证券嘛，对不？啊，大家有准备无？大家有工具无？有准备要哪接无？就是这个啦吼，一本笔真简单，这三字看有无？一本笔，啥物叫一本笔？一本笔那是大于一吼，表示什么话知无？表示讲你开的钱吼，甲你的收入的比啦。你收入大于成本的话吼，啊表示什么话？有赚钱嘛，对不？这生意大家要做嘛吼，这叫做会做的工课，吼。本利比是做股票的，啊这不是这咱财政的问题啊吼。一本笔对讲。这公民权利法第29条吼，大家唔知道有无？甲并一个29条，伊规定啥物话？伊规定讲，伫个美军、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完成授权台湾民政府掌理这个台湾行政、立法、司法的次联吼，法制法务部及所属各前者机关，应将其机关单位算出概算吼。以一本笔的大小排列优先顺序，供参议院及众议院审议的参考。重点在这里，但税出概算所采取的财务支出计划及一本笔小于一的话，不得执行。这条看有无？这条有看无？29条，伊讲一本笔小于一的话就不得执行了。好，过来看一下，什么叫一本笔啊？就讲效益跟成本的比，一本比呐大于伊的计划，表示讲整体的效益吼大于整体的成本嘛，有实施的这个意义吼。啊，一本比越大的话，表示该计划施行的效果吼越高，越值得施行呐。啊，可作为预算计划优先顺序的一个标准。咱后讲。去你接管一个政权啦吼，你无可能去遐做工友嘛，你会去遐可能去遐做主管，你这主管要哪做？就是爱知影这个物件，你下骹爱甲你创建一个这个财务的计划，讲要做啥做啥，啊会做哩也袂做哩。比如讲这个买一只什么，迄、那个有无？迄、那个消防局长啊，啊买一辆什么前进指挥车啊，有无？结果被当拢无哩使安尼吼，啊做废铁。啊，这买安尼好不好安尼吼？你要会判断哦，啊，不然弄个买一挂废铁出来哦。这个就要看那个一本笔，你爱叫伊算，即安尼效益安怎？爱算出来，啊，算出来，啊，甲你成本去比安尼吼。啊，上啊，搁上这个议会吼，议会去审的时阵，你每一个财政计划，若是讲做议会的一本笔，拢算出来吼，安尼大小是不是都看得出来？啊！你若要审这个，要删这个预算吼，预算都无够咧，爱删一挂掉，要对对开始算，从哪里开始删呐？就从这些比较小的地方开始删吼。啊，要计算一本笔吼，这个表大概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是一个四个象限吼，这 X 轴吼，啊这 Y 轴，这四个象限大概有。这第一个象限、啊、第二个象限、啊、第三个、第四个，这个图大概知影嘛吼？然后读过数学的应该是小可会知影，第一象限跟第二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哈。啊，就讲咱要计算这个一本笔的时阵，爱注意这个物件。
这第一项现在是讲做正向的投入跟正向的支出，了哈。第二现象，是讲做减缩投入，但是有正面的收益的哈。这个道家嘛，按了这个是啥物款？啊，这个减缩支出哈，啊个减收就是减少收入了。啊个这个是第四象限，是讲做它有正向的投入，但是负向的收入。啊，第一象限是你该税讲做正向的投入了哈，跟正向的产出。比如讲 A 投资300万。经营这个 7-11 啊，啊，一年收入600万，啊，税后可赚120万，安尼会做滴袂？好，安尼是会做有赚钱嘛？哈，这简单的例子哈。第二象限是讲做减缩投入，加这个正向产出。就讲，比如讲工厂的这个闲余空闲的这个土地真济吼，啊，一寡租人安尼啦吼，无得用啊，厂房租人家。租人家有什么好处？收租金嘛，这是 正向的收入嘛。啊，你厂房我本来有遮济，啊减一寡出去，租人无咧用嘛，这叫做减缩投入啦。所以讲，多余的厂房啊，租一寡给人，安尼变作讲怎么样？就是可以创造一些利润出来的哈、哦。第二象限，这是第二象限，成本不一定是讲正，成本不一定是拢正的哈。哦马虎诶，这种减缩叫做虎诶。第三象限是讲做减缩投入，但是产生也是负面的。比如讲，公司排挤啦哈，这个王经理嫉妒这个李处长哈，啊排挤斗争，啊结果这里李处长，你讲年终领完了之后啊，就把一批员工带走，安尼有什么好过？带走的工作，第一个你不用支出他的薪水嘛，这是你谈的，哦，这减缩嘛哈、哦，啊那伊负面产出是讲做，伊本来这员工是给你赚钱的呢，啊伊走去都无法度给你赚钱啊，哦，啊，就是说，然后他可能会抢客户啊，把一些客户也带走啊，哦，啊那这就是讲不太好了哈、哦，然后他又如果到中国去又回销。把东西又回销回来，低价竞争，那就损失就更大了哈、哦。这是第三象限的，讲收入减收投入，但是产生的是负面的哈、哦。啊，第四象限这哈，伊讲第说明中错误的政策了哈、哦，正向的投入产生的是负面的。啊，比如设一间这个电镀厂哈、哦，投入1000万。啊，实际排出哈100吨的这个未处理的有毒重金属为污染，无法数量化的废气呀哈。啊，这样就是讲就，这没什么好处呢，这种物件没什么好处。啊，你看呢，四个象限哪一个象限比较严重？这个、哦，好、哦，安尼这班算较巧哈。我顶一届你讲的时阵，有人讲这个上歹，唔是哦，是这个上歹哦。第四象限最糟糕了哈，因为你钱都出去，还佫摕到歹的物件。那来说一个例子了哈，比如中央，那台民政府中央财经联席会决定在台中。中港路建一个轻便的轨道，哈，啊，预估有20万人次会依靠这个轻轨通勤啊，轻轨列车通勤，啊，预计每个人平均搭乘车票1块钱，1块台元啊，1元台元哈，1台元，啊，每人搭车可节省15分钟每次的哈，啊，一块呢，每次搭乘可减少汽油耗损量，跟空气污染的量哈，大概1.2块。总造价成本30亿台元呐、啊，啊，经营哈、哦、每年要花5000万呐、啊、台元，啊，建筑期间3年哈、哦，预计会使用会使每20万人次使用这个建筑期间呐、啊，交通不便呐、啊、哈、哦，
一人要开十分钟，加开十分钟啦。啊，增加其他的付出吼，估计要两亿。啊，其他正面的产出吼，太少，太少不算哈。啊，日本的建筑师估计会当使用30吨。啊，你看这个案件会当做未？我讲一下吼，20万人嘛，啊，坐一架车1元啦。啊，可减少15分钟的通勤时间呐、啊！啊，每搭乘一次减少这个，因为没有汽油的耗损嘛。啊，但是建筑成本吼、哦、30亿啦。啊，每一年经营爱5000万呐、啊。啊，建筑期间吼、哦，啊这交通不便10分钟啦。啊，其他的成本吼、哦，估负面的成本2亿。啊，一年365天呐、啊。来算啦吼，啊，最低工资1小时3块钱，啊，恁若议会，还是讲恁若是主管，这个案件要送出去无？哈、啊，即卖做主管嘞，这个要不要送去医院啊？送去这个医院、参议院啊？哈，咱来看一下吼，计算一下吼，啊，送去用拍枪嘞，唔知嘞吼。这一个人啦吼，20万人啦吼，365天啦吼，车票嘛，一届都一工就7300块啦吼，30吨嘛，所以车票收入是219000块啦，台元，21亿啦吼。啊，这个减少通勤啦吼，一届都节省15分钟嘛吼，1/60啦。啊，20万人嘛，365天嘛，这算起来一点钟3块嘛，所以节省的成本是5475万台元一届了哈。啊，30吨就是16.42亿台元。啊，减少像啊是讲这每一届哈，这个减少汽车加空污哈，诶，成本诶会诶的效益是1.2元啊，20万人365天嘛。啊，就是8760万台元，啊，乘以30年是268000元。欸，你要去做一个决定，恁会考虑这个问题未？这爱吼，这个叫做减缩的啦吼，爱考虑吼。啊，过来成本吼，这个成本是三十条啦吼，营运成本一单5000万嘛，30年都要15亿啦。啊，这负面的产出哈、哦，就是讲这个建筑期间啊，这个交通不便哈、哦，一人加开10分钟哈、哦，啊，20万人365天，啊，一天3块，所以就3650万台元，啊，30吨就1.95亿啦哈，啊，其他的负面产出估计2亿嘛哈、哦，啊呢，这个叫做投入项嘛，哦，啊，另外还有叫做。这个叫产出嘛，啊，那个叫投入，啊，这两个比就是怎么样，一本比嘛，哈，啊，那比一比看谁大了哈，效益哈，这个支票、车票了哈，啊，这个通勤时间了，啊，这个建造时间了哈，所以啊，总成本的光这个加比起来呢，总收益是65亿嘛，啊，总成本是48亿。啊，一本比是1.35，安尼会做哩呗？哦，啊，就是爱安尼算吼、哦，你才会知影讲这个政策会做哩袂做哩。啊，不然看拄啊那堆数字吼、哦，看起来灰灰啊吼，啊，你都唔知影要哪决定哦吼、哦。啊，但是你来叫咱来设计后工吼，咱来甲一挂会计师吼、哦，爱考试吼，爱考一条吼、哦，叫伊。啊，也要算这个啦，后天叫他算，哦，啊，也算好，你就来看这个，看这个比大小的、哦、你进这行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哦、啊，比大小，这样你就会，这样会晓的，哦，这就是咱要做决策的一个工具啦，叫一本比。啊，刚才那个4个现象那个东西吼，咱目前的财政学里面吼，没人教这个东西，这是咱一个15期的通信吼、哦，伊画出来。啊，那你知影讲做，你有可能啊，无大家拢算你第一象限尔。
第一项就是正向投出投入啊，正向产出啊呢，其实有这种负的东西哈。啊，一个这个预算呢，胡编乱织哈，这是比贪污更严重的例子哈。就讲真侪真侪种例子啊，蚊子馆捌听过吧？哈，啊，你看。你起这个蚊子馆的时阵吼，哪有人去啊偷工减料啦？啊，这钢筋十分的用五分的啦，啊，石啊都用较歹的啦，安尼吼。啊，打一个较严重，贪污较严重，还是这个政策决错误的决策较严重？起一个蚊子馆安尼，啊，哦，这差足济吼，大家听有吼？你起一个蚊子馆是规个拢废掉呢？啊，你偷工减料是贪污的是一撮件物件了。哦，啊，这错误就这真严重哦。啊，像蚊仔馆遐济几啊千亿，啊，你捌听过中华民国的官有人去用来关无？谁啊无恁知无？哈，谁啊无恁知无？我讲你听哈，因为吼、哦，我记一个啦哈，要不要买这一辆车？要不要买这一瓶水？这有违法无？这台车？要买甲唔买安尼，这个代志会不会造成违法？不会，因为一个裁量的问题。所以讲，迄个黄继明啊，伊买这台车，前进指挥车，几啊亿报销去，这有违法无？敢有？要买甲不爱买，这无违法，都按恁讲的啊，对不？所以伊这会判罪无？不会。这甲蚊仔馆同款意思嘛？袂判罪，是安那袂判罪，你知无？因为伊无一本比的概念，哦，因为这拢是一个裁量的问题嘛。啊，你若是讲咱有规定这个一本比啊，讲一本比小于一不得执行的话，你要想，啊，伊搁去做，搁去买，安那会安怎？有没有违法？哦，这样就会有违法哦。哦，啊，因就欠这条，其实伫咧较早吼。退出这个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进前哦，有甲这个联合国贷款哦，联合国拢会要求伊爱算这个一本比，哦，爱人做拢要算，啊，即马拢退出联合国就不要算啊，就不会算了，啊，所以企业一寡物件拢慢慢管足济。这个消防署长黄继明啊，这个新闻应该捌听过啦吼，啊，这个什么开6亿。采购救灾指挥车啦，拢袂当用嘛哈。啊，伫安检科长的时阵，5000万采购这个断层扫描，嘛是变废铁啊，变废铁啊。啊，8年前买了更扯的是2500万元特殊规，为什么微波前进指挥车？这拢真科技真好的话，很高科技的物件，但是有效无？拢变废铁哈。问题是讲这。买不买车是一个裁量问题，并没有违法，哦，真酷的代志，但是无违法嘞，这真奇怪哈，这就是没有一本比的概念哈。啊，一本比有什么作用呢？哈，小于一不得执行的规定哈，然后这个规定为，则行政裁量是否违法，都有一个标准啊，对不？要买甲唔买，即卖安尼都有一个标准啊，你爱算出来，算出这个一本比。哦，安尼爱叫会计师算嘛，唔是咱家己算哦，咱家己算，咱不要算。爱叫会计师算，爱家己算，伊有国家的考试合格嘛，伊会算这家己保证嘛。安尼咱做这工作安那，轻巧还是会轻巧未？比大小呢？哦，都比大小呢，还佫有佫较轻巧，叫叫别人比，叫人比啊，比互你看呢。啊，几个例子啦哈，这人事会一个例子啦哈，某一个山区，这个新三年哈，5个人的时阵哈，每一年被盗采林木有10公顷呐。啊，那是10个人的时阵哈，被盗采林木只有5公顷。啊，如果每年减少被盗5公顷的林木，其价值那是高于5个新三年的。连总收入的人事会总收入的话，总支出的话，安尼会当做会当请未？安尼会当请吼？
那是反倒转来啦。这五公顷的林木的价值，无这个五个人新三年的年的总支出的话，安尼会做哩未？未做哩吼，这比大小就是安尼尔，哈。啊，这人事问题啦吼。啊，个一个例子是这个某县吼主办七运会啊，七运会会创啥？盖很多运动场馆嘛，对不？啊，七运会了呢？要创啊？啊，你讲，伊完了之后吼，伊还有人去维护呢。这个开1000万的员工的薪资呢，啊，搁水电你也把有诶无开一单开9000万的维护费呢，营运的维护费呢，啊，场租一单3000万，出租啦吼，安尼一工一单了偌济？了7000，安尼这件爱做无？袂使吼，但是这个财政局吼安尼讲啦吼，讲这会当安那安尼委外经营一箍租人就好啊。你若委外经营的话，我一箍租人安尼赚偌济？安尼就是节省6999块嘛，节省开销嘛是算赚的啊，无开就是赚的。啊，但是吼，这个。教育部主管这个东西嘛，教育部同意这样做吗？是怎样你知道？原因你都知道吗？原因在这1000万啊，因为这些员工都是那些什么长啦、什么官的条子嘛，啊你财政部长也是这些人的条子嘞吼，人叫你来做的，啊你敢会当把这些人赶走？所以这个教育局啦，而且所以这财政局长的。是不是真有足啦？明明这了钱了到这，嘛是爱做咧，嘛是爱编号伊了咧。即是咱总理啦，伊咧做科桃园的，咱家在地教育局长的时，这个财政局长的时阵的情形，伊的册内底有，伊也有一本册吼，桃园区内底有这个例子。吼、哦，啊，假使讲拿这个预算内底有规定这个一本比的时阵吼，财政部算算咧讲啊，这安尼都小一啊，啊教育部敢搁做无？违法的啊！啊，起啊，已经起啊！因起话，即卖就讲变啊经营的问题。哦，咱即卖拢验收啦，即卖就讲这个物件吼，教育部安那边啦，伊敢会咱个主张讲做，要家己做，要家己做，伊就变作讲违法的问题，就会进一步造成图利的问题。安尼，伊敢敢去做？安尼就可能唔敢啊，会爱忍住啊，万一爱忍住。啊，这个物件真少，很多吼、哦，嘿啊，所以讲这个物件是咱的一个基本的。啊，佮讲一个物件啦，起一条桥啦吼、哦，这个桥要哪算？佮拄仔例子差不多啦，讲一工啦100个人使用这条桥啦吼，啊来回节省3点钟啦吼，啊节省一工300小时嘛，啊平均劳动收入呢是讲200块啦吼。啊，就有一个具体的效益出来嘛，具体嘛吼，每一工6万块，365工，2900万，2190万，啊，50年就10亿嘛吼。啊，再过一个问题哦，桥造了之后哦，景观改变令人心旷神怡吼，啊，就会产生非具体的效益，因非具体效益无明确市价可以估计吼，所以咱明。就是规定说不得超过上限30%，这非具体效益不能超过30%。啊，就是所以讲就是3亿2850万，啊加起来就14亿多了哈。所以讲你若讲起这条桥，你的支出呢超过这个14亿贵者，安尼是安怎？安尼做哩袂？安尼就袂使做啊哈。因为你寡收入寡14亿，你两个支出超过这14亿，那就不能做了哈。啊，反倒转来就是会使做。所以讲，一本比会当用在倒位啊？用在真侪部门哈，很多部门都可以用哈。啊，所以讲，你若知影这个比大小的这个一本比哈，你就会当个质疑啊。啊，你就会当判断了哈，要不要送议会？啊，议会要不要通过？啊，通过之后可不可以执行？请教一下，可不可以执行？议会通过啊，会使未？啊，会使举手。
议会通过啊，哦，啊袂使举手，哦，咱看一下，你给我翻一下，那二十九条看可不可以哈、哦？来，改现一下，一本比小一怎么样？不可以执行了、哦、哈，议会通过那是教上袂使执行了、哦，因为议会有当时啊，伊是。嗯，那是咱现在状况是橡皮图章了，以后可能不是的哈。但是万一如果说也通过的话，确实混过去的话，可不可以执行？还是不行哈、哦？你还是小一，还是不得执行哦。啊，不你也，我那是不能解除这个违法的性质哈、哦。啊，我来讲一个主题，现在拄仔迄个一本比大家小可知啦哈。啊，现在换这个主题哈、哦。这个就你看台湾的主权谁说了算？你看这个图，这个图有看过无？没看过哦。这个叫 AIT 啦吼，这 AIT 安尼看无啥有啦吼。这是美国人看有啦吼，大概啊。这美国撤侨的时阵吼，这个、海关是上帝。海关谁在办的你知道吗 ？AIT， 这集看有无？美国撤侨来台，海关是 AIT 哈、哦，就这个啦，这证据嘛，照片在这 AIT， 安尼上老大，美国老大嘛哈、哦。行政院长吴敦义接受媒体访问指出，他希望 AIT 能让中华民国移民署的帮忙 AIT 在机场的通关手续。希望把 AIT 的美籍工作人员调回台北，继续办理赴美签证业务。这条证明什么款？证明这海关的老大是美国，不是中华民国的，好、哦、对不？那安尼，是安尼安尼，这关联就敢知？因为这杜南平对马应该有讲了哈。旧冰山和平条约第23条讲，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嘛。啊，搁这个台湾关系法吼，好不？这搁23条是占领国嘛，第4条是讲是伊有处分权嘛，对台湾处分权嘛，所以定一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啥物法？叫做处分台湾的准据法，实际上是处分台湾的准据法。啊，伊当处分台湾，安尼当然伊是老大个嘛，啊无开我都处分台湾吼。这个照片，这些话，这个报道，代表美国确实是台湾的占领国吼。啊无伊就无这个权利啦吼。这个图。这个字可能太细，我头先听了哈。United States Taiwan Defense Command， 这是什么话？你知无？这是美国这个美军的出版品哈，美军的出版品啊。应该来讲，这是Taiwan Defense Command， 台湾防卫司令部。什么叫台湾防卫司令部？好像比较一个东西了。协防啊，是防疫，这个、那是协防吼，会当走未？如果是协防的话，可不可以走？哎呀、啊，啊那防疫会当走未？是啊，比如讲金门芒族，伊是协防呢，迄中华民国的所在，伊是叫个协防。啊那台湾呢？台湾叫做防疫哦，这不共哦。啊，黄毅他可不可以走开啊？不行啊，不能走啊。所以这个台湾关系法，现在的法律啊，定在用的哈。第三条第二项有规定什么法？有规定讲，美国总统甲国会哈，将依据他们对台湾防卫需要的判断哈，依遵照这个法定的程序来决定提供上述防疫物资及服务的种类跟数量。重要是伫遮哈。对台湾防疫需要的判断，应包括美国军事当局向总统及国会提供建议时的检讨报告。
这有一个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uthorities、哦、美国军事当局，美国军事当局是什么东西？没听过吗？我做白字，你现在上网去查，都有这个、哦、美国军事当局就是美国政府了，就是美国军事政府。这样有美国军事政府吗？有哦，台湾有美国军事政府的影响，它的武力在哦。比如说1996年时候台海危机有什么来？是不是有第七舰队航空母舰来？那个就是他在这个报告里面、哦、2000年12月19号这个美国这个军事政府他有跟国防部然后跟国会提供一个报告，说他保卫台湾的一些措施啦，包括这个驻韩国第八陆军的陆军团，第七期空军，还有驻日本的海军陆战队远东军第三远东军，还有第五支空军。除了这些陆军、海军、空军以外，还有一个第七舰队，总共有10万大军，随时在保护台湾。虽然住在美国，虽然住在这个韩国跟日本，其实他随时可以来台湾，随时可以来台湾，因为1996年就 来过一次了、啊、不只是1996年了，其实他在88水战也来过一次。空军呢，飞无人机，其实那个背后的原因是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军事当局，这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啊、在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也有第四条，你应该先看看那也有美国军事政府、啊、这中华民国都把它翻译做协防，这在创什么？这在欺骗嘛，这误导民众，骗他不知道、啊、你要想看看、哦、这个撤侨来台湾、哦、没到一千人、哦、他就要开一个窗口，对吧？我你刚才有看到那个窗口，日本美国人穿那 AIT 的衣服在那边，在那边人在排队在那边通关，有没有？那叫窗口、啊、我们的公民身份证合法达到5万份按门开卡的时候，他要几个窗口，要加一些吗？一定要嘛，不过半年要排到当时了，对吧？啊，你想这海关总共有几个窗口，好你好、哦、你十个啊，无二十个啊，无三十个嘛，这有一定的数据啦。啊，你窗口嘛，这 AIT 即卖有一个啦吼，啊后港会变未？会加未？会加哦，啊这个会有消长的关系啦吼，有一个加一个在减嘛，对不？啊你咱会当像安尼出去未？大家有请这个身份证无？有吼、哦。后港呢，加上这个旅行证件呢出来的时阵吼，通关的地都会过。通关的地，因遐 AIT 加过哦，类似 AIT 的关口过哦。因你摕美国人发的这个身份证，摕伊的护照，你敢要搁伫 RC 的关口出去，就无啊嘛，对不？唔免啦，安尼你电脑都来，还是讲你车啦吼，那摕这个。passport 吼、哦，摕美国发这个 travel document， 甲这个身份证出去的时阵吼，媒体会报未？会哦，这条真大条会报哦。啊，报落去有个人会来申请未？恁的朋友拢会来吼、哦，应该是拢会来。啊，你个想，安尼窗口要开几个？安尼伊到尾伊会爱包起来无？可能爱包起来哦。啊，安尼。安尼，干卖什么革命面嘛？干卖面，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哦，大家有信心。第一个，要实行这个，要甲换掉吼，哎，美国甲换，唔是咱换的吼，啊，美国在搞咱，这啊，干卖甲闭枪面嘛吼，唔蛮变啊。啊，我讲要接这个款的时阵，要哪接？一本比爱给你吼，哦，一本比大一安尼吼，这个动落去啊。哎、啊，那不要做吧，紧，先一两年啊，先叫伊做，一本比比啊，你看安尼吼。
啊，你讲一本比例安怎来？你有会计师甲你算无？啊，会计师保证嘛，看伊敢做假无？做假再来吼、哦，再来处理啊吼。安尼管好者无？简单嘛吼、哦，就是啊，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啊，无迄卖人去考证嘛是，伊安怎去读建中诶？面顶有讲恁听无？因同学啊，奇怪啊，考试都无即个安内上课内加一个，啊，即摆做总统，对无？啊，咱希望早一天吼、哦、开卡啦。咱今日下晡嘛要考试，要了研习即个身份证即个初审人员吼、哦，已经好很多个了，我嘛唔知偌济，无你甲算。第一届有23个，第二届32个，第三届19个，好像有一个第四次，啊不，今天下午是第四次了哈。我甲恁复习一下哈，哪门要参加吼，要知影吼，咱嘛要知影讲，这是一个基本的物件啦吼，就讲是不是台湾人哈？这红字叫做非本土台湾人 PTW 啦。其实社会有很多这种人，欧汉字听有吗、哦、啊，这种人叫什么？这种人不是居民哦，这种人叫做准公民哦。你看第五条，翻一下第五条、哦、现在这新的哦，我还没拿到第五条，给它放一下，公民权利法第五条给它读一下，有什么要读一下？包括什么人？第一个台侨哈，第二个是什么？好、哦，第二款那个东西就是欧韩籍，看有啊哈。就讲国一方是台湾人哈，父或母的一方是台湾人，啊，伫台湾有户籍，还是讲台侨？还有第三款呢，第三款是讲日本人、美国人之类的哈。这些人伊是叫做准公民哦 ，PTW， 爱了解哈 ，P 叫 PTW， 哦，啊伊甲单纯的这个中国人哈，这无同哦哈，不一样诶，这嘛合理嘛哈，因为你爸母啊一方面是台湾人，你讲伊唔是台湾人，你讲伊是台湾人，拢是怪怪嘛，所以叫做准公民。啊！伊遮要规划的时阵，伊有什么条件？你甲看者，有什么条件？有讲爱待偌久？有讲爱待偌久无？无啦，敢有？有看唔到的无？来。唔是啦，第五条头啊啦。头啊，恁个看者啦吼！哎，你拄啊读个资料，迄是美国人甲日本人嘛？啊，即马迄是第一项迄个，有时间的限制无？没有哦，伊随时拢有当来申请哦吼，但是有条件啦吼，就讲伊爱宣誓效忠台湾民政府，啊，当然伊爱一寡佮有其他的啦吼。那咱开办了未？咱这条开办了未？啊，未吼，这条还袂开办，还袂划时吼。啊，袂话卡慢啦吼！啊，但是就讲后工要，啊，佫有一条啦吼。非本土台湾就讲，会不会伊若来参加这个研习吼，推动协助推动这个身份证吼，他可以生效啦，捉住吼，也当比较快的取得这个规划的效果啦，的成果啦吼。即欧汉吉啦，就欧汉吉也当。恁个朋友若是讲因有认同，但是碍到这个新闻吼，你当请伊来参加这个研习，然后协助推动的话，啊，实际上伊就有行为表达这个认同了嘛。
啊，所以一旦后天来开班的时阵，这些人就优先予伊规划吼。啊，到底什么叫做有绩效了吼？这个中立去核定了吼。啊，我甲您请教者，什么叫台湾人、台湾公民？什么叫台湾公民？知无？第三条有来，先看卖下者吼。第三条三款哈，等1945年9月2号之前，在台湾有户籍，及其现在仍有户籍的后代都是了哈。啊，这个时间点，在1945年9月7日之前，伫只有户籍的人，这称得着未？因为1945年9月2号之前哈。那是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一号命令发布的时间嘛，所以迄当阵啊以后才有中国人入来，哦，啊所以若设定户口是伫一天进前，表示啥物话？日本人嘛，啊日本人啊伊的后代嘛是日本人吼，这是当然的道理啦哈。啊，过来第二项有啥物话？依其他法令取得台湾公民身份证者，拄仔咱有讲一条迄个 PTW 哈，哎，偶尔很急哈，伊是毋是会当取得台湾公民？好啊，伊的后代呢，嘛是做一伙啊，好，啊，过来第三款，是哈。就是讲，第二款的有一个人哦，何泽言捌听过无？捌吼，零和论是捌听过啦吼。伊是这个运动的创始者吼，啊，伊是，但是伊是美国人呢，啊，伊有认同这个台湾无？啊，大家要，伊若要规划要过无？啊，还过来参加演习无？已经参加很多次了嘛，吼，已经功效卓著啊，有无？有卓著无？贡献真大嘛，吼。啊，这个人就是第二款。啊，有日本时代好接无？无嘛，吼。啊，因太太陈林燕，诶，标准的台湾人啦，吼。啊，因两个囝，以哪一条来取得公民身份证？不是啦，第三款啊，你不看是吧？前条，前两款嘛，就讲一个是本土台湾人，一个是依法令取得嘛，合作人就是依法令取得，啊，因囝就是这条，知无？好，我还只有两种啦吼，一种是这啦吼，一种是这种诶，用三条第三款取得，一种是依第五条。伊若无攻击的吼，就用第五条；吼，啊若有攻击的，就用这个啦吼。安尼，这也要分袂？吼，这个叫做台湾公民，知影啦吼。安尼，什么叫台湾公民，知无？啊，过来台湾居民，什么叫台湾居民？台湾居民，要来判，要怎么判断？讲一个上简单的，就讲伊伫遮有户籍，老户籍成本就是遮个居民，吼、哦，安尼了解啦吼，这个是台湾居民。啊，那欧阿韩奇吼，台侨等吼，依第五条是什么？这叫准公民吼、哦，这叫准公民。啊，伊是 PTW 啦吼，伊个代码叫 PTW。People on Taiwan 哈、哦，这个准公民啊，前爷欢事的，前爷欢意的 ，People on Taiwan 啊 ，PTW， 安尼有了解无？啊，个一个是非公民啊，非居民诶，外国人，好、哦，有一种人是安尼哈，过境的啦哈，迄、哦、种叫做外国人，但有这四种人，比如中国来遮佚佗的，这叫做外国人。
外头嘛是外国人啊，外头。爱的第五条第二项啊，你不看？你看，仅父或母一方为台湾人啊，还叫做准公民。因的后代啦，叫做准公民。啊，那是伊本人吼，那是另外一条啦吼，另外一条。啊，那这问题，甲大家研讨看看啦吼。第一堂是讲这四位题啦吼。台湾公民是 A 啦吼，台湾居民是 B 吧吼，啊准公民是 C 啦吼，啊外国人是 D 啦吼，啊你看这人啊无国籍人啦吼，请填入代号啦吼，在台湾有户籍流亡政府的人民，这个叫什么？哦，真巧哈，啊台湾有户籍互为中国人，母为台湾人，这个叫什么？啊？哦，公民啊，居民，公民的举手，居民的举手，啊，还有居民哦，啊，这拄仔不是讲过乌汉字，这敢不是乌汉字？准公民啊，吼，啊，台湾没有户籍，户为中国人，母为台湾人，这种呢？是吗？这敢不是叫居民？啊，这不是乌汉字吗？哈、啊，是吗？不是哈、哦，这外国人哈、哦，你看清楚，伊无户籍嘛，没有户籍嘛，这跟是讲台湾人嫁去中国，啊，伊外口生囝，敢算台湾人？迄嘛不是算乌汉字，乌汉字是伫遮本土才叫乌汉字哈。这考试不太好考，我跟你讲。在台湾有户籍，父为台湾人，母为台湾人，这呢？啊？哦，愈来愈巧，这叫准公民哦，这叫乌汉字，啊，佫有户籍的吼、哦。啊，佫来这样、哦，伫台湾有户籍，父为中国人，母为台湾人，这种呢？有人讲公民的举手一下。居民啊哈，这居民啊哈，啊过来哈，在台湾有户籍，父不详母为台湾人，这种呢？父不详哈，啊过来一个老母娘，啊在台湾有户籍，这叫什么？这叫做公民啊哈，这不是准公民，这叫公民啊哈。公民就填 A 啊，哦，啊，伫台湾有户籍，父不详，经中国人认领母为台湾人，这种呢？哇，这个分不清楚啊，哈、哦，这叫做准公民。啊，那讲准公民，第一个他有户籍嘛，哈、哦，伊就居民的身份啊。啊，老母啊，一方为。台湾人嘛，啊有户籍啊，一方的台湾人，这就准公民啊，对不？啊这，啊中国人认领这里吼，这里不重要了，哦，过来讲吼，台湾有户籍，户不详，经中国人收养母为台湾人，这种这什么人？谁的公民？啊，这这两个不是同款？哦，虽然跟这两不一样哈、哦，有啥不同？收养没有血缘，哦对，收养没有血缘的话，等于是互不详嘛。啊，所以国家老母是台湾人，所以这公民不对。啊，那认领呢？认领是有血缘的哈、哦，这个就是那个，比如说。小三生的哈，有血缘的哈，所以这就是乌汉字，标准的乌汉字。啊，这个不是哦，这收养这不是哦，这是叫做公民了哈。啊，再来一条哈，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每个人均需有日籍时代的誊本，对不？啊，合作人爱不？
伊无啊，安尼这条对啊错？错的吼，有人不用吼。啊，你若申请，啊，恁孙爱无？恁孙就用你的就好啊，那个迄嘛免对不？有两种免吼。啊，台湾民原住民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免付日据时代成本对不？啊，对不？对，谁啦对？上个你讲无？伊嘛拢有啦，我咧讲，迄、那个亚斯库尼吼，迄、那个靖国神社，迄上讲啊，一半以上是原住民的。你讲伊无户籍吗？当然是有啊，怎么会没有？哎呀，伊比咱较繁华，嗯，较繁民化，所以有吼，所以这条对唔对？错吼、哦，啊，这样恁靠会晓啦吼。还有一条齁，这下面有一条申论题齁，刚才说的台湾公民跟台湾居民齁，错啊，我不知道，你自己判断，我讲很多次了嘛齁，这是大家如果这些观念会通齁，就可以做初审人员啦，身份证爱这条，啊，就讲财务支出啦吼，来讲，咱一个讲过了转来吼，这两卖讲啊。另外讲一个，讲一个这个毒品的问题啦吼。这毒品吼，甲一本笔有啥关系无？法务部的统计吼，适用一级毒品跟二级毒品的有案人口23万吼，啊，70%以上是海洛因呐。啊，伊海洛因的药效大家知无？一点注一支吼，7-8点钟啦。啊，一天安尼注几针？3次，一届1000块，一天3000，一个月9万，一年108万。恁开会去未？开未去吼？啊，伊这钱要倒来，赚来拼来，拼来吼。啊，对对对，拢无法度啦，这无法度。啊，这讲个鞭刑对无？会使无？啊，敢拍会改？未改，拍敢有效？无啥效吼。啊，这。这个你看，这个市场偌大了吼，23万了吼，70%是海洛因嘛，一个月9万，一年12个月，1700亿，哎，这条生意不小哦，这条生意会做哩吼。啊，若加上二级毒品，安尼他们跟 K 他们就超过2000亿。啊，你也想吼，啊，这消费市场有2000亿哦，小盘偌济一半嘛，小一届1000亿。大盘阁写一届500亿，啊！这进口走私的阁写一届250亿，这个市场偌大，超过3000亿了，有无？啊！你国防的预算，当年度讲预算偌济，你敢知？无到3000亿，安尼，拿枪来甲兵安尼，来甲抄安尼吼，敢抄有法哩？抄无法哩哦，何况讲警察。警察比军队的医生较少啊！啊，警察要抓这个，敢抓会好哩？啊，所以感觉就愈管愈济人啊吼！愈管愈济人是表示伊的效率真高，晓得无？真拍拼伫抓。这个2010年哦，预算100亿啦吼，监所爱开100亿，啊，讲要关54000人啦吼，每关一个人，年预算是185185块。啊，若甲医疗化啦吼，一人5万块。啊，其中关的这人哦，40%是使用毒品啦，干嘛内底有40%是食毒品的啦？啊，有20%伊就是无钱买毒品去偷去抢去夹的啦。两种人占60%，有36000几个人。
啊，那么讲这里吼，海洛因要医疗化雏形不足罪，边哪处理？这边哪处理？管也无效，拍也无效，边哪处理？枪杀，枪杀，我看嘛无啥效呢。我等下记了你看。这我讲这个只有把它医疗化吼，送去便宜吼，送去便宜开五万块尔，啊你甲管开18万，你要开带一条？对啊，就是治疗死的啊。啊，这些人如果去医疗，去到医疗地方的医院啊、酒店、卫生所啊，是讲去医院啊。哎，啊这，拄啊这个市场啊，会走去对，我这免钱的，健保免钱的。大家嘛要去卫生所，上要过来吃。啊，这消费市场是不是来萎缩去？啊，上谈着。地方的医院啊、医疗院所，拢加一个经常性的客户啊，有无？啊，社会会安怎？较少人去拼嘛，对无？这贼仔就免啊，我也免去偷，我即马就有啊咧，我哪着过去偷？可以少掉20-30万个小偷呢。无紧啊，就互伊食免惊，健保食免惊，食免惊嘛，比你。伊这吼，就讲，伊这个拄仔讲这个一年关押54000哦，其实伊迄年吼加掠9000个，就感觉加掠9000个，效果真好啦吼。这表示什么啊？你知无？食多人加搁较济啦，嗯。安尼你那拼赢伊啦，安尼钱就愈来愈大，啊对无？安尼社会愈富啊愈歹。愈歹嘛，所以这条，你若是讲把这36000人送去健保机构，一年要开偌济，知无？18亿啊吼！安尼，感觉，就讲伊本来开100亿，啊你60%是关这毒品的，啊你就节省减资啊，减列30亿就好啊，出来治疗这地就有剩啊，对无？啊你感觉内底？减关60%的人呢，36000人呢，你是不是这条60亿你先开啊？但是还佫有维护费准30亿可以啦吼。啊，这香港吼，这个所在，这也当规，这监狱也当规划一个中途之家。36000的床位啊，我规划20000个就好了，各地都有床位，在香港这是有提供晚餐呢。有人无家可归嘛，有人有家归不得嘛，啊，暂时来这住一下吼，啊30亿嘛，可以提供一餐嘛，安尼社会安怎，会较稳定一下未？吼会吼，应该是会啦，因为伊免阁去拼嘛，拼爱关咧这毛啦。啊，前面医疗化监所减少50%的人患吼，啊，这警察的工作安怎？啊，检察官、法官的工作安怎？拢减轻嘛，对不？啊，就会当节省一寡出来的时间吼，去办一寡较正经的案件，冤狱会不会少一点？会哦，冤狱会少一点哦。啊，药引医疗化雏形不足罪有什么效果？瑞士的试验结果讲，2-3年了吼，有1/3的人会断联，现在断联，你知不？啊，个1/3的人减害，1/3的人继续食海洛因，先来锻炼，你知无？本来你伫病来的时阵吼，去偷偷啊做，有快感无？真爽的吼！啊，你嘛去病医，护士甲你做，你伸出来，你感觉个就不爽了嘛？不爽变成一个负担，你知无？大家拢去遐注射，一天去注射，甲会烦未？所以有人2-3年了就改掉了，住久伊就迄就会烦呐，吼，迄就无快感嘛，住海了伊嘛无快感啊，安尼就会改啊。哎，伊人去拼来迄种嘞，哇，迄种的刺激哦，迄种有快感，所以迄种袂改，啊，即种会改哦，吼，这是咱试验的结果会改，啊，安尼社会会好袂？啊，过来一点，海了。
艾滋病的问题。伊即马公共征得吼，伫遐投注，你注我，我注你的，感染艾滋病吼，伫这里高等信任度增加3399例啊，艾滋患者2463例啊，占了72%呢。啊，这一个月要开2万，这是法定传染病，一个月要开2万块呢。啊，这人总共吼一年要开10多亿啦，啊，平均一病33年，要开你500亿，495亿来开这条。你看安奈好未？无啥会好啊吼！来用这条来做治疗的，同我治疗足久啊，你知无？吼、哦！安奈，恁要甲后恁做选择题啦，要甲健保食免惊，还是要去甲关感觉加气管安尼吼？或者是甲变形安尼选择题来 ？A、B、C 选 C 的人变形加手有无？啊不，加一条庆山。啊，咱个健保支付啊，那免就是免钱食免惊，好无？即条好吼、嗯，好。卫生署的评估吼，投入一块会当节省12块。伊讲你植发啦吼，拄仔咱讲施发医疗，植发就省一寡工课啦，干嘛来减一半人嘛？啊，你就。植发、施发就减去啊！啊，医疗方面的支出嘛，因为伊安尼伊会较健康，因为伊无艾滋病的感染，伊去别人遐住就不会感染艾滋病啊。哦，这也让减少医疗的支出吼、哦。其实伊卫生局组织伊无高过一项社会成本，伊那社会成本佫算来吼、哦，不止这1:12，会佫偌济。哎，啊，这墨西哥啦吼。10万的毒枭对抗13万的军队，用介绍战的。啊，你想这敢战的赢战术？你讲，伊讲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上台后，打击毒贩的首要任务，展开声势浩大的联合扫荡啊！政府投入禁毒的资金超过46亿，很多哦。墨西哥说这个是墨西哥的战争啊！美国后院哦，美国在这场打赢打输。你要想哦，啊，造成2006年到现在2010年，28000人跳起，清杀了，这种清杀了，甲清杀同款的，有效无？无效吼。这美国的司法部的估计哦，非法毒品交易带来的效益，全年是136亿到484亿之间的哈。啊，甲12月讲4万人啊，惊死人！你啊想啊，你诶投入你13万的军队吼，投入经费是多少？会记得偌济？46亿嘛。啊，伊这交易的金额最少136亿，安尼算较大。安尼敢有法度抄？用军队去啊抄？嘛无法度吼。啊，美国有法度，佫投资啊。佫投资佫较济济，伊有迄个钱通投资无？我看这条伊投资袂对吼，怎么花得下去呢？这4年13万开46亿，啊，这边佮开价讲最低限度136，伊加几倍咧？啊，加3倍以上咧？啊，伊可能是安尼咧，400几亿咧？安尼你这安尼哪有法度？啊，规个拢去用这就好啊。哦，这个去年哦，超过就讲这是2010年2月7啦，那个年初啦，同一个时期哦，这墨西哥死掉6500人了啊，同一个时期，阿富汗在死2400，大约第九减，很明，哎，敢像咱是毋是歇困一下？这超过10点啊，哦，这个讲煞。很显然是墨西哥这个战争较严重哦、喔，但是咱无听烟消声呐吼，没有吼、喔，不知道往哪有看呐、啊？你讲你看吼、喔，即摆愈来愈唔敢看，迄一对少年啊，讲伫网络讲做诶，这买毒品无好安尼哦，过江红发现讲钓伫个路桥诶，等下刀拢去用溜溜出来倒掉。你刚刚又讲，
你不敢讲，我跟你讲，假是讲伊无听，才敢讲，无那么唔敢讲。好啊，啊，咱暂时十点啊，歇困一下吼。九点了吼。九点。起立。今日歇困十分钟。